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抱歉哦，刚刚停了好一会。因为摄像头有情况了。天有不测风云呢。这个世间确实是无常的，无常发生了就要取舍，就不录了用 Zoom 来录就好了。我们随时都会面对因缘的变化，最近也常常跟大家交流到哎，我们什么时候教导孩子教导学生面对逆境恶缘什么时候教我们随时的身教都在。影响着他们呢。其实这个都说潜移默化的效果了。所以什么时候是教育应该是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展现了正确的心态。展现正确做人做事的行为出来，当然首先要致歉这个我们摄像机出问题其实他们呢，前几天就来准备了，其实都已经是尽力了，这尽力了还是会出情况的。所以现在团体里面都有危机处理小组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在探讨，能不能过上这个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的日子，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我们的心态对了，那没有事情是坏事情了。就像承德以前呢，课程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我当时候大姐到补习班补习翘课了，结果。这个跟我父亲打电话说他眼睛不舒服，我父亲说明天给他请假，送他去看医生。结果挂了电话呢，当父亲的人不放心，就直接就过去了。结果到了补习班，女儿没上课，翘课了。大家感受感受当父亲的心情当场就赶过去了，结果一看，翘课不在，你看那种心情的落差回到家呢，很客气的，因为我都在现场很客气的跟我姐说了，你。怎么没有在学校上课啊？没有指责我。哇！一下我姐恼羞成怒了。哎呀，我本来就不想考大学的，不想去补习班的，都是你让我去的。承德当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龄都有很强的感受能力了。
是也感谢大家哦，还有跟大家有交流的机会啊，对走过来的路啊，会回想啊。哎，奇怪了，这个父母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来，坐下来，我跟你们讲讲孝道，一次都没有。哎，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这孝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父母，他这个身教啊，他很自然的，哦，这个随时对我们呢，哦，都会产生影响，那这个，哦，就是因为跟大家分享了。哎，我就回想到这些事了。然后包含我父亲安排我姐姐去补习班，他也没有跟我们说，爸爸这么做啊，考虑在哪？没有。可是我心里清楚，哎，这个父子连心啊，真的。啊，我都自己心里都能感觉到啊，父亲怕什么？怕呢，三个孩子，最后老大没有大学毕业，怕他心里难受，会自卑啊。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呀，在那个年龄层的时候啊，我的大姐的成绩是最差的，所以担心她哦。鼓励他，啊，没考上，再考一年，当然每个人开窍的时间不一样啊，最后我姐姐是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哦，所以这个骄字啊，右边呢，一只竖枝啊，手上拿着竖枝，耳提面命啊。耐性，昨天有个同修带着孩子过来，这个孩子也让他挺操心的不过看这个孩子的面相啊，还挺有福报的，我就安慰他，你现在用对心，做对事，每个孩子开窍的时间不一样，你不要因为他现在好像。有些行为不是很理想啊，你就气馁，就沮丧，甚至还对他发脾气呀，那你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这个教育啊，最核心的，老和尚说八句话，三字经前面八句话，第一句尤其重要。人之初，性本善。当父母、当老师的人，对学生，这个相信他有本善啊，佛家说的相信他有福性啊，这个信念呢，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一动摇，则生烦恼。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很关键的。因为我们这个信念建立起来了，我们面对孩子、学生呢。我们都是信任他的眼神，不是否定他。所以很多孩子行为偏颇，很可能是父母、老师呢怀疑他们，甚至放弃他们，之后变破罐子破摔了。好，那这个。
刚刚叙述啊，我姐姐的那个事件呢，啊，一个父亲啊，很柔和的问他，哎，你今天怎么没有到补习班上课呢？父亲良苦用心啊，替他考虑得很长远哦。哎，可是女儿自己翘课了，犯错了，接下来是恼羞成怒了。我本来就不想上了。哎，大家感受一下，一个父亲在这个整个过程几番起伏哦。我当时候啊，看我姐姐这个态度啊，我想，哎呦，那父亲不知道多生气了，哦，哎，结果姐姐上楼去了，我父亲把二姐啊跟我叫到房间里来，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哎，结果我父亲就说话了，哦，父亲做的哪些呀？你们还有意见的？哎，你们现在提出来。哦，这个当下那个言语跟眼神呢，父亲的眼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哦，那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是若干年之后我才接触到这一句话的。哦，可是在初中的年龄的时候，就实际上看父亲这个表演出来了。终身难忘啊。那大家想一想，一般的人会认为，哦，自己的女儿在补习班翘课了，这都是不好的事情了，甚至还恼羞成怒了，哎，可是父亲整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动情绪，他还是很心平气和在面对这些境界。哦，那对我来讲，哇，那这个身教啊，终身受用了。好，所以我们真的要体会啊。没有坏事啊！啊，用对心了，任何事都是好事。不能用对心啊，好事都变坏事。啊，所以我们儒家强调修身，其实就是修心呢，在任何境界用对心。我们的孩子跟学生呢，是我们的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就是我们的心念的。啊，我曾经教授这个群书之要的课程。啊，讲课啊，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呢，都是理呀。事呢，哦，我们现在常强调要实习呀，啊，哦，最近啊，我们院长啊，我们这个负责的老师都在考虑了，哦，现在大学都是很强调实习的，哦，那我们同学毕业以前，哎，能不能有实习呀？哦，佛家相修行强调解行相应啊，哦，你深入这么多经典，这是解，哦，总要把它行出来啊，哦，哦，对不起啊，这个最近面对不少无常啊，连摄像机都有无常啊，
哦，所以刚好最近到了加拿大，哇，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好远啊，坐2趟啊，哦，还在台湾转机啊，呼吸到3个小时台湾的空气啊，这个解一解思乡之愁啊，哦。那这个飞机上啊，这个冷气啊，我感觉呢不是恒温，所以晚上怎么睡睡睡，哇，好热啊，都是热醒了，全身都是汗，哦，所以这个长途旅行啊，这个也都要很注意啊。啊，注意保暖啊，这些情况，不然容易受寒。啊，受了寒了啊，这个呼吸系统啊，就会有一点影响。哦，所以啊，这个有点咳嗽了，讲干了就得喝一下了。哎，哦，包含啊，过2天呢要到多伦多去了。哎，结果啊，飞机罢工，哇！我最近面对的无常不少，哎，常常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啊，都有提到四句话，啊，一切皆考验呢，啊，我们每天面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考试啊。啊，什么时候是考试啊？这个我们敏锐度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对“考试”这2个字啊的这种习惯呢，啊，有点不正确。啊，我们就是什么是考试？考试卷发下来，考试了。啊，所以我们用功在哪？写考试卷的答案，不是用功在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个习惯呢，对修行呢，有一点负面的影响。其实修行就是修正习惯。哦，我们一些心态、惯性。假如以前没有修学，啊，没有遇到传统文化佛法以前，养成习惯了，好，那这个习惯不妥，要调。比方说我们习惯了，一接触事情呢，消极、悲观，那这个就要调了。修行改性格了。哦，要改的跟《华严经》相应了。世事无碍哟，世事是好事哦。要变得 positive，不能 negative。到欧美来多讲一些英文入境随俗。哎，而且呀。这个事出世间呢，都讲相应，讲感应。你看世间，你交朋友，你做事业，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相感应的。哎，出世间也要相应了。心静佛土静，我们心地清净了，跟极乐世界相应包含
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讲了，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那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呢？哦，那我们要跟他相应啊。啊，假如我现在的行为、心行，跟普贤行都不相应，能不能往生呢？哦，哎，这个时候要用设问的，能不能往生呢？哦，那摇头是你们摇的。我假如说不能往生了，他听了不舒服了。现在的人不能太批评了。他自己点头摇头的，那没事啊。你告诉他一定不能往生，他一下自我感受上来了，不欢喜了。所以，法无定法，我们得要观察现在的学生人心的状况，讲话，怎样，他听了不会抵触，不会对立，还生欢喜心。那这个就要拿捏度了。好，那普贤菩萨，他十大愿行，第一个礼敬诸佛，平等礼敬啊，平等供养，所以要去极乐世界，要平等心哦，才相应咯。哦，那《弟子规》说的“勿产妇，勿交贫”。那产妇交贫，心都不平等，高下了，谄媚了，瞧不起人了。说实在的，谄媚也不是真正的恭敬了。其实你谄媚人呢，反而是对这个人不恭敬了。哎，我得讲讲好话给承德法师听，那不是觉得我们跟一般世俗的人都一样了？当然他会有这个顾虑啊，我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那这个。清净心重要，心净佛土净，平等心重要，平等心啊，礼敬诸佛，广修供养。你没有平等心啊，这些普贤行做不出来的，相应，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经文，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这个黑暗的地方全部被照亮了。那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我们的心也要跟无量光越来越相应，没有黑暗的角落啊。所以我们要经营这个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喻人者做什么事都坦坦荡荡的来做，就很光明啊。假如什么事情都。就要这个啥事都要瞒这个瞒那个，大家想一想，常常都这样的人能不能往生当然我们也不能看相了假如什么事都要藏着掖着，那当然
这个跟无量光不相应了。啊，假如是因为事已密成，啊，是还是大公无私的心，但是啊，做事情呢，你太张扬了，啊，或者太多人知道，有时候呢，他是好心呢，他办了坏事了。他没有守口如瓶啊，啊，到处讲了，可能因缘就节外生枝，所以我们时时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对不对？啊，再来真正要去做事，也要符合做事的原理原则啊，这事已密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好啊，所以这个刚刚跟大家提到啊，我要到多伦多啊，还有公开的演讲啊，结果罢工。不飞，都是无常现前的。哦，那你这个公开的，怎样你的安排啊？一定要去得了。嗯，都是公开的事情了，都是私信，怎么不能私信于那么多人了？哦，那你就要赶快安排啊，复案。假如他真的谈判啊，还是。破裂了，啊，那你有复案呢，才能应对了，啊，所以陈德觉得我最近比较明显的考试就是无常迅速，啊，哎，这个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哦，哎，体会到这一点了，那就平常心面对无常的变化了，哦。那这个罢工对我就有好处了，让我这个无常的警觉性越来越高了，不会因为无常了自己情绪受影响了。好，当然也不是坏事啊，因为他一罢工啊，我的业就消了。为什么？我以前已经找过他麻烦，现在。这个果相现前了，啊，他也不飞，不给我做了，那我过去生找他麻烦的业就消了。事事都是好事的，心用对了。哦，我以前听到一个公案，这真实的故事，哇，让我印象很深呢。啊，台湾呢，啊，有一位法师，他呢，致力于啊，帮助犯罪的青少年呢，啊，迷途知返，啊，这样的行为啊，那真的像地藏菩萨。再把人从要堕地狱把他拉回来了，这真的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呢，他还跟呢台湾的监狱啊合作啊，这个青少年不满18岁犯罪了啊，本来是要在少年感化院的，啊，现在怎么样？移到他的佛寺他佛寺在南投民间啊，禅心法师。哎，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犯了重罪的青少年到你的佛寺啊。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呢，一个就很头大了，他来一片的。诸位老师啊，这样的因缘你敢不敢接啊？哦，哎，大家不能摇头啊，因为我们发过誓弘誓愿了啊，这不能有口无心了，我们都念过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好，我们应该提起来，还是 positive，不能摇头啊！啊，要训练啊！我赶快提升，我就能接这样的因缘了。啊，我一开始念48愿的时候啊，因为在教书了嘛，念48愿，其中有一愿让我很震撼的。夜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夜摩罗界是地狱啊，地狱的众生来到阿弥陀佛面前，阿弥陀佛是好老师啊，地狱众生他一教化都成佛。哦，我心里就想了，我们现在学校里面谁最调皮？啊，常常到训导处报到的，啊，我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我有没有那个信念？我能把他教成佛啊？在学阿弥陀佛啊！哦，老和尚说给我们介绍老师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了。哦，那我们善学的。哎，我起心要同阿弥陀佛，愿要同阿弥陀佛。啊，遇到学生有情况了，阿弥陀佛会怎么做啊？啊，《无量寿经》里面的很多就是阿弥陀佛的行持了。好，那。这个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修学的过程呢，这个四句偈很有意思了，一切皆考验，看尔怎么办？就看看自己怎么办。对境若不是，须再从头练。我们面对这个境界，不知道这个境界考我们什么。哦，就好像，哎呀，我不跟他见面就没事了。啊，甚至于结婚的人，哎呀，我离婚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样的。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前面没有汲取教训，我们的想法观念。还是以前的，这个关一定考不过的。哦，待会再给大家举例子啊。所以啊，这每一句经文都不简单呐。我们可不能是以前的知识性的学习，我背起来了，我考试一定写对了。那学圣教不是学知识哦。一句经一事长一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句话，我们真正纳在心田了，我们得日见过日少。假如觉得，哎，怎么进进退退很厉害啊？代表这一句我们还没有很用心的去做到。我们想一想，一天可以遇几件事啊？每一件事都汲取教训，每一天就进步不少了。再想一想，昨天遇到哪些事，在提醒我们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啊？这样我喝水就没有浪费大家时间了，世事无碍嘛，哎，啊，哦，所以刚刚，抱歉，刚刚你看停了几分钟啊，哦，那大家觉得，哎呀，搞什么，浪费我的时间，啊，那我就罪过罪过了啊，所以刚刚一开始就要先跟大家致歉了，要忏悔了。但是假如刚刚这几分钟啊，大家也是啊，无常很正常啊，我这三四分钟啊，静下心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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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就有功德了啊。哇，你看这几分钟大家都念万德洪名啊，哎，那就看哎，我们面对这个境缘，哎，我们升起的都是很好的心态，啊，都是随遇而安。哎，有什么情况？哎，正好念佛。哎，好像跟大家交流过莲池大师那一段教诲吧？大家有没有印象？哦，看大家的反应，应该不太有印象啊，因为还没到21次啊，哎，才一次而已嘛。哦，这一段开示啊，都是引导我们，事事是好事。我们的学生呢，我们教他2年了，他真的建立起来事事是好事哦，哇！一生受用了。哎，你看莲池大师讲了，儿子不孝，哇，那你刚好不留恋这个世间了，亲情是最容易挂碍的，放下，正好念佛。哎，儿子孝顺呢，哇，那把你照顾得很好了，你好好精进了，回向给他们，正好念佛啊，身体很强壮，你可以很好的用功啊，正好念佛。身体呢常常有病痛，警觉性高，也是正好念佛。任何境界你一转积极的角度都是好事情。重点是莲池大师这一段我们学习完了，那我们有没有变得面对任何事都是积极的态度啊？所以佛门强调的转念改心啊，转烦恼为菩提啊，化危机为转机，哦，化悲愤为力量，一转没有坏事了。当然大家有转不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探讨啊，哦，大家可以，哎，你遇到什么事写一下，哦，我们一起探讨，哦，我们是 teamwork 嘛，啊，大家都在第一线啊，但是我们背后啊，我们以前学的时候，老和尚说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哦，那再问一句，那阿弥陀佛是谁呀？哎，大家想一想，你修学的路上啊，遇到很多挑战呢，谁出现了？哦，像陈德刚到海口去了，哎，到饭店里办5天的课还要钱哦，结果去付钱的时候说都付完了，我吓一跳，谁付的？这个餐厅的老板娘付的，
啊，因为呢，他每一天都有进来听课，听完，他流眼泪呀、啊，他说：“哎呀，我的孩子都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啊，他希望更多的人接受，所以5天呢，他全包了。”哦，我就从这个事例，我说谁是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啊！他那一念心，就为后代着想，还不是为自己的孩子了，为天下人的孩子。哦，他那一念心就是慈悲心了。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缘分。大家有志于把下一代培养好，啊，我们在一条龙的因缘当中，啊，我相信啊，哎，哪一个老师教出人才，我们都跟他一样高兴，啊，整个佛门是一家，整个中华民族是一家，啊，哦，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啊，啊，提出来探讨啊，我们末法时期呀，净土团队呀，有个善有为一呀，啊，莲池大师教了4个重点，其中一个是善有为一，依众靠众，哦，所以。啊，诸位仁者啊，这个承德，除非实在是没办法啊，不然呢，这个一条龙的课，我不会轻易请假啊。哎，不过我好像请了好几次啊，哎，待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怎么一请那么多节课啊？哎。好，哦，那诸位仁者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一切皆考验呢？啊，我最近是考无常了，不知道大家最近考什么？哎，考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愿意做法供养的？一切哦，皆有因果，都有因果的。哦，这个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积极参与啊，种这个因啊，你自己教学的时候啊，学生就积极参与，这是果，一切都有因果，哎。哦，我感觉呀，深信因果不简单。这个计较的心啊，不放下，很难深信因果。哦，或者是有一个习惯，这习惯都别人先，自己不愿意先，都有这个习惯。哦，刚刚跟大家讲了，我们修行就是修正习惯。我们的学习呀，也不能是以前那种记忆式的学习。东方强调的是悟性，每一天有没有领悟，有没有把这个领悟啊去落实，解行相应，这样心境啊就能提升了。哦，好。可能我最近啊，这个比较主动回答问题啊，所以现在有2个老师举手了，啊，你看我也在印证因果，哎，每天都要去体会因果啊，哎，我最近感觉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常常都在那里撑呢。都，比方说道歉都不先主动道歉，
或者都是，我就问一个太太啊，我说你最希望你的先生怎么对你？他说啊，多理解我。我就问他了，那你有没有理解你先生呢？你有没有多理解他呢？哎，他笑一笑。好，你看我们都是要结果。哎，其实修行的人呢，起个要求的念头啊，自己都要警觉到了。要求是贪呢、哎，这个我们内部探讨哦，因为我们是真修行，我们要去极乐世界的哦，所以我们严以律己哦，不要大家听完我刚刚跟大家交流了，有要求就是贪啊、这一堂课一结束呢，对家里人，你有求的心贪，哦。这个人听完陈德法师讲课，怎么讲话都这么犀利？哦，中恕之道啊，要宽以待人，能理解他的心，但严以律己。啊、哦，我们对待自己是心猿隐微处，默默洗涤，夹杂一毫的贪、嗔、情绪、痴慢都不好。我们练自己的心，不夹杂丝毫贪嗔痴慢的烦恼。好，好，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你先理解对方嘛，种这个因，啊，自然感他理解你的果嘛。所以从事上讲啊。”佛49年不离两个字就是因果。佛法很好用的、啊、你一生信因果了，你好多事情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啊，只是情绪一来了，这些经教就提不起来了。静静心啊，不离因果啊。嗯，好。啊，这个有请张老师啊。好，谢谢张老师啊、哦，这个很难得啊、哦。我们提到啊，藕益大师净寿明啊，四点啊、哦，第一呢，净土为归，归宿，归心似箭。啊，假如啊，陈德现在问大家，你们想不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我相信标准答案出来了，很想。嗯，啊，现在就往生好不好？好。嗯。哎，那这么奇怪了，怎么每天我们那么多事情动气了？你不是要回极乐世界归心似箭吗？那这一些事怎么还这么容易动我们的心呢？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太多挂碍的事情，你没有挂碍了，就随缘做就好了。哎，所以净土为归不简单哦。哎，而且我们一着急啊，能观心为要，那个都没有离开藕益大师的教诲。祖师他们都是开悟的人啊，这个法都很尊贵啊，很稀有啊。你把这个法放在心上，你能处理一切事情。你看这四点，就能让我们在境界当中察觉自己心念要调整的部分。观心为要嘛，持戒为本，
戒里面最重要的孝亲尊师，哎，父母、老和尚，最常提醒我的教诲，我在境界当中要提起来。你看老和尚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这一句话要记吧？哪一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这个我得感谢我父亲了。哦，他那个表演，哦，我终身不会忘了。哦，哦，那观心为要，关照心念，啊，哦，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哎，为什么会着急？有求的心在里面呢。哦，我们刚刚说的修行的人，你心猿隐微处，默默洗涤。你有一毫去要求，他会慢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哦，所以三时系念教导我们，诸苦，这个苦就你生烦恼了。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有贪求的心，求不到了，烦恼就起来那假如我们很清楚，现在这个境界就练我不着急，可问题是呢，可以再思考更深入一点。我为什么会着急？是吧？假如我不知道我着急的原因，那我只练不着急了，就有点用压的了。要考虑得更深入了。我们有时候在思维问题啊，有时候比较表面。没有思维到根源的问题，自己的心念要思维的深入啊，那得打破自欺哟。自己跟自己打迷糊仗了，那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好，那我们愿意承担呢？这个是可贵的，难得的。自己是可贵的，跟着我们的人也很可贵的。现在愿意做教育的事情啊，尤其是真正要照老祖宗的理念，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孩子、家庭。他忽略传统文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肯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你要帮助一个学生，他有业力呢，他的家庭有业力呢，整个社会有业力呢。我们就不说别的吧。现在孩子有一个冤亲债主，几乎每个人都有，还是有人没有的啊？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个冤亲债主？手机呀！这个冤亲债主够厉害吧？哎，我有见过，没有给孩子手机的。哎，他的孩子好几个呢。这孩子的心都是安住当下的，我没看出他们烦躁，要看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小孩很少见了，所以你父母有很正确的观念，你所建立的这种家庭的氛围就不在共业当中，有别业了，
最怕的是自己的原则立不住，就随波逐流了。我看这些孩子不玩手机的很专注，定力很好，而且融入环境啊的能力很强。到一个环境很快跟着人家一起学习。也没有说哎呀他们练得太快了啊怎么样了。都没有这些情况，就是很尊重别人或者融入因缘，自我不强，这些就不难。好，那我们今天面对事啊，我们心中要有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不然我们也很容易啊遇到事呢。随着世间的这些看法起伏，招生人少了，开始着急了。我记得当初一开始学佛，老和尚说的，有钱就做，没钱不做。或者。这个假如你要弘法，一天没饭吃怎么办？念一天佛。两天没饭吃怎么办？念两天佛。七天没饭吃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我感觉老和尚这些话对我都是一种心理建设。老和尚说你建一个道场，有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功德无量了。那我们不要去求很多。能够培养出一两个现在的范仲淹那就功德就很大了。而且我们在面对因缘，佛家讲随缘，不要攀缘。佛有三不能哦，佛都不能了，我们还逞强啊？其中有一个，佛不能度无缘之人，他缘不具足，你要去攀这个缘，到最后他都怪你，因为他的心态不对啊，他觉得都是你的责任。那假如父母是这个心态，你觉得他的孩子我们教得好吗？对呀。可是你不能听完这个道理了。他的父母观念不对。这样的孩子我不理他了。不能有不理人的念头。我们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你怎么知道他父母的观念不会变呢？我们还是固定的，每个礼拜有课程，欢迎他来听。你的因缘条件不符合的，这个我们不接收。可是你随时因缘条件可以的，随时欢迎你来，我们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但是你要把标准定好。你假如没有标准呢，那你也会很辛苦。这边跟你交情好一点了，你就开个门给他进来了。那麻烦了。人家一知道了，这个校长偏心了，那你每天就人事问题，这些人家的抗议你就处理不完了。好心不一定做得了事哦。图善不足以为政，图法不能以自行。这个是孟子的教导，在群书治要里面有。你只有善心，你不一定能把事办好。为政就是办众人的事。图法，你有很好的制度规范，你没有对的人去做也不行。
是吧？他假如有私心了，你这个制度设得还不错，他走漏洞啊，那还是做不了事了。那我们传统来讲啊，做事情啊，成熟的人，你尽心尽力做，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口碑。哎，那个口碑都是人家很真心的、真正受益的。现在变成什么？宣传。哇，宣传的很大，哎，人家都来了，一看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修行也没有我们讲的这么好啊，我们的教学也没有那么好，啊，你看你一下子哇，招了那么多人，到头来，人家一看不是这样，都离开所以发展因缘应该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哎，只要我们一心为孩子着想，啊，这个韦陀菩萨管了，哎，常住三宝会护持的，不要担心，啊，这礼德心安，老和尚给我们教的这些教诲，啊，我们能。一直心安在这上面呢，哦，就不容易啊，担心了，那刚刚啊，张老师还提到了，哎，这个家长啊，他们也认同传统文化，可是跟我们的理念有点不同。哦，那这要思考几个角度了。第一个，跟我们不同，那请问谁对啊？我们首先是依照孔子的标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们也还在修学啊，你不能碰到人家跟我们不一样，就觉得是我高人低了，我对人错了，都还是要依经典做标准。第二，哪怕自己对了，也不能强势。怎么？随着因缘。让他厘清他偏颇的地方，是吧？你不能你觉得哦，这个《论语》是这么讲了，我对了，啊，你当着他的面就你不对，你错在哪？那自己对吗？所以人能弘道啊，不是我讲出来的话是《论语》。我就在弘道了，是我的心跟我的言行跟经典相应。有哦，我们还有一个惯性哦，喜欢跟人家较量高下，啊，遇到一些情境，那种习气就上来了，好胜呢，要柔和柔软。归过于私事，我们有时候遇到大家一起探讨的机缘，哎，你会看到有些人一发言，他那个气势就是要把别人压下去。对呀，那你说他讲的每一句都是佛经里面的，他能达到好的效果吗？他的心跟佛法不相应了，哦，所以要归过于失事啊，你都要找适当的时机，
探讨啊，慢慢慢慢建立共识。好，哎，大家有这个共识了，哎，这个缘在结嘛，啊，前面的属于造缘，啊，让缘慢慢成熟，啊，那我们也不攀缘，啊，我们真正依教奉行办学的，啊，那观音菩萨会帮我们招生的，啊，佛菩萨他们慈悲的。我们真的办好学了，真正有因缘的孩子家庭，他们一定会带来的。儒释道这么缺人才呀、啊！好啊，谢谢啊，张老师的反馈啊。好，我们现在还有其他同。老师举手啊，把名字记下来啊。我们之后啊，可以再探讨啊。啊，这个刚刚跟大家有提到一个个案啊，就是我们啊禅心法师。啊，他跟啊监狱系统合作啊，辅导这些孩子。啊，结果这些孩子到了，哎，两批人呢，一到就快打起来了。啊，市里面的人赶快通知禅心。法师的啊，他禅心法师拄着拐杖啊赶过来了，哦，看这些年轻人火气都很大，哎，他一过来，把这个拐杖啊拿得高高的往地下一摔，他来到我的地方就得听我的，哦，你看他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啊、哦，他没有说，哎呀，你们别打架，打架造业啊，没有这么讲啊，啊、哦，他一下子举得高高的啊，啊、哦，他这么一说，啊、哦，这些孩子，这些青少年，参见帮主啊，哦，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即胜什么胜而为说法？哦，我们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探讨过好多遍了。啊，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净色明，你遇到事用这四点来关照，可能就可以观察到自己不足的地方了。哦，还有菩萨四德。随缘妙用啊，我们一着急了，一起情绪了，不妙了。自己在这个因缘生烦恼，可能相关的人也生烦恼了。哎，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没有生烦恼。哎，我们身边的人就看到我们的表法了，他也受用了。哦，我父亲没有生气了，我有受用啊。受用终身呢、啊？你看无方德，看佛法的每一个词啊，不能划过去的，不能囫囵吞枣啊。随缘代表什么？你是去应几分缘，应几分事。啊、哦，无方就是方是什么？方所。哎，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哦，没有一定的地方，看着办，因人因事因地因物，看着办。所以用一个无字啊，要因无所住，
你学个东西的背起来，要去套公式了，就有助了。东方的学问呢，活的，不能用套的，还有无方的方法也没有一定，所以因材施教。啊，老和尚有比喻嘛，啊，你今天看病，你总不能先把药单写好吧？啊，让病人来了。哎，我已经帮你开好药了，你拿去吧。那病人被你吓死了，你都不知道他的情况，你就给他开药了。哎，好，哦，所以这个，这个禅心师父，你看他马上应这个缘，就是以这一些犯罪的青少年能懂的方式跟他们说了，啊，他也遇过啊。这个学生家长来了，气冲冲的，跑去跟他说了："我的孩子到你这来啊，怎么还抽烟呢？"直问他了。哦，所以都要脾气都要很好的，啊，这。这个柔和直指跟他讲，你的孩子才来我这里3天呢、5天了，哦，在你们家待了10几年了，怎么可能来我这里3天就变另一个人了？那后来啊，做出蛮明显的成绩了，这些孩子的转变很大。哎，台湾这个检察院呢，这个监察院啊，台湾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啊，监察院派小组啊到他的佛寺，了解他辅导这些犯罪青少年的情况。了解完了，非常敬佩，啊，要进一步啊，看怎么样让他这个理念更发挥啊。结果接待完，当天晚上啊，他本来是要回高雄啊，他高雄有一个道场啊，但是太晚了，他就想明天再走。当天晚上就发生921大地震，整个佛寺啊就很严重啊，因为南投是震央了，啊，他很瘦啊，这个从床上都飞起来了，震得太厉害了，啊，幸好他在呀，他是住持啊。他赶紧跑到广场上，大声喊："什么东西都别拿，赶快出来！"所以没有伤亡，赶快跑出来了。哇，经营那么久的因缘道场啊，就用这个地方在辅导这些青少年呢，在他眼前震得那么厉害，房子慢慢慢慢都垮下来了。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负责人呢，看到这个景象会怎么样？哇，这个寺众弟子站在他旁边，亲眼看着这个地震继续摇啊！啊，这个禅心师父说了："观，因为他佛寺里面呢，把《地藏经》刻出来了啊，把《金刚经》啊刻出来了。"他就大声告诉所有的示众弟子了："赶快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哦，我在想，当时候在场的示众弟子啊，我看一辈子都不会
忘记这四句话，在因缘里面呢，能不能得到终身的法益啊，这个重要了。那这个因缘就值了，值得了。哦，所以我们面对逆境一恶缘，啊，那个用对心了，真的会让学生、让孩子终身受用。好，那刚刚有跟大家还探讨到前世不忘啊，后世之事啊，陈德最近觉得这句话不简单，自己一些事情啊，一些问题好像不同人事，但是重复发生，这个就代表自己没有汲取前面的教训啊。刚好，啊，有一位同修啊，修行非常认真，啊，我很少见到修行这么认真的人，啊，那这个他就讲到啊，他跟他婆婆的一些相处，他已经把他婆婆啊送得很好，送终送得很好，临终都是念佛。啊，甚至于是婆婆生病过程啊，她还帮她解大结呀，都亲自去做。啊，本来婆媳之间还是有隔阂，哎，她做到啊，让婆婆都对她升起感恩心了，就很不简单。好，那她有叙述啊。啊，一些跟婆婆相处的情境，啊，比方啊，他就提到了，啊，他的婆婆啊，跑去跟他的同事讲他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好。哦，后来这个同事啊，来告诉他了，哦，那他就啊，跟婆婆说了。说妈，我有哪里不好啊？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好，你不要去讲给我同事听。啊，他的婆婆不承认，没有，你的同事讲是非了。好，那他叙述这个就是代表他婆媳相处的一个境界。他要面对啊，好，那很可能，假如我们的心念觉得，哎呀，婆婆怎么不承认呢？那甚至于这造成我们跟婆婆的隔阂了，啊，这事实还不承认。其实啊，这一件事情，我们更应该体会到。怎么去处理它，才不会造成婆媳之间的隔阂？因为这件事自己也不高兴，婆婆也不高兴。人情练达皆文章。前面啊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赵小龙老师啊最近在分享《迅速移归》。好，哎，他跟大众分享的部分呢、啊，他会寄给我，我也要学习啊。我有时候比较忙啊，但是古人这些智慧啊，你不去看书啊，你就不懂。所以开卷有益啊。古人他一生的人生阅历啊，他会把它总结出来。其中有一点提到了，老人。像小孩一样，你要懂得顺，这个就是人情世理了。哦，还有言语呢，要含蓄，
忌太近，要委婉；忌太直，要仪式；忌太真。尤其假如你的婆婆是好面子的，你这么直接跟她讲了，她不欢喜的。啊，所以在言语上啊，我们去处理事情呢，不落痕迹，把事情处理好了。你不要要牵一个人、两个人进来，牵越多人进来越复杂。你假如跟婆婆讲，妈，哎呀，我这个人修得不好啊，我还有很多缺点呢。你一发现呢，你就告诉我，哇，那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多给婆婆讲几次了，她慢慢慢慢就会跟你讲了。可是你把同事都拉出来了，那她可能会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了。那就造成他不承认了，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哦，婆婆不承认对我们来讲是个境界，怎么不要造成这种比较尴尬的情况？这是我们的学处了，像我们也会处理人事问题呀，我们就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了。要考虑的比较细致一点，比方说，哎，我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我跟他聊，就不要，来，你坐，我有事跟你讲，他就神经就紧绷起来了，来来，喝杯茶，聊一聊，哎，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你父母最近身体？好些了没有？关心、调剂人情，让他感觉你是为他好。然后接着很自然的顺着提醒他一些问题。提醒的时候啊，还不要让他产生是不是有谁给陈德法师打小报告？你还不要让。调动他这个神经敏感度啊，所以你看处理人事要不落痕迹。现在的人敏感呐，现在的人没信心呐，现在人比较脆弱啊，这些我们都要体会到。哎，另外他又举个例子，就是说。他讲这个例子，是他觉得他面对这些境界要练忍辱。可是他要进一步能够洞察到，怎么不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个才是经一事长一智哦。不然呢，这些情况以后还会发生。这个是我跟他谈完之后啊，他的反观能力非常强。他跟我说啊，这些地方我假如没有认知清楚，我婆婆走了，这些情况可能会在我跟我妈妈相处当中出现，这是真的，不是境界没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根源问题在自己，不在境界上。他举的另外的例子啊，他的公公往生了，请来一个法师，跟他们家有几十年交情，这个婆婆啊，就一直几次交代他，赶快供养法师啊，结果这个法师呢。可能是念到这个交情了，他也觉得不用了，结果啊，他就跟他婆婆说啊：“妈，
法师啊说不用了，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供养吧。他说他一讲完话，婆婆的脸就很臭了，然后啊他受影响了，他就赶紧啊调整自己的心。为什么？好多亲戚朋友都来了，甚至有佛友都来了，假如这个情绪没有转过来，那带着情绪去应对这些，那很不理想了。哎，他也很难得马上调整心情。哎，因为自己都是好意啊，结果还婆婆还那么不高兴，自己也会难受啊，调整调整。好，哎，后来也挺好，情绪啊转过来了。但是重点在啊，老人像小孩，你要多顺着，孝顺孝顺的。啊，我也是问他了，这个法师多大？那法师还年轻，而且法师他是弘法的，啊，你只要告诉他这些情境，他一定会满众生的愿嘛，是吗？可是你去要求老人呢，他那个心是很希望这样，你一下子又不顺他的意了，他那个气就堵住了。所以古人留下来，老人像小孩啊，要多顺着，哎，很有道理啊。哦，那这经一事啊，真正知道了，下一次我们跟老人相处，才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哦，所以越在生活当中体会啊，越感觉啊，儒释道啊，这每一句啊，不简单呐、啊，啊，要把它真正落实了，哇，这每一句很深很广啊，不能囫囵吞枣，哦。那承德呢，这个刚好啊，这段时间前面呢是校长职工会啊，他们办教师培训啊，当然这教师培训呢我们也有转播出去啊，提供大家一起可以参与啊。他们从07年开始办到现在16年了，发的弟子规啊在他们的华小超过100万本。16年呢、欸、真的是百年树人了、啊。啊、哦、我都感觉他们这么做真是功在华族，甚至功在啊整个国家社会。因为现在很多其他印度裔啊马来人啊，马来的后代越来越多到华小读书了，办得好啊，其他友族都愿意来了。我听说现在连大陆的都有送孩子到马来西亚读书的了。好，这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它有完整的华教系统，16年继续做下来，以后他们这些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在一起做事啊，有共同做人做事的标准，弟子规啊，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啊，希望我们欧美啊以这个马来西亚为榜样啊，也能在欧美建立完整的华教系统。哦，再来有请这个我们张霞老师啊，讲《论语》中教学的智慧。那代表我们在教学的时候，都是想，哎，孔子会怎么做？孔子会怎么考虑？
我们持无量寿经的，哎，那阿弥陀佛会怎么考虑？啊，阿弥陀佛会怎么做？知止而后有定，哎，定静安虑得啊。这个知止而后有定，止在哪里呢？止在呢，以孔子为标准，以阿弥陀佛为标准。像我们最亲切的，以净空老和尚为标准。真的，这个心念一起来了，你妄念就慢慢就起不来了。因为我们一心想效法他，都在思维，老和尚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恶念慢慢慢慢淡了。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李炳南老师在讲大学的时候讲的。你知止，你就依孔子。好，那承德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呢，孔子觉得比较远。啊，你最尊敬的老师，老和尚是我们最亲近的老师，以他为标准，我们就不容易随顺自己想法看法了。哦，那还有啊，王川老师，哦，有这个啊，我们皮小坤老师讲内悟。啊，内悟跟净土回归有关哦。啊，我们内悟整齐了，心比较定哦。假如一出门找什么东西都找得慌慌张张的，这个心要定很难。啊，有一个读书人请教欧阳修哦，欧阳修请教一个高僧呢。哎，以前的人怎么都走得这么安定，无疾而终？现在的人好像比较难。哦，这个高僧说了，古人念念在静定，临终安得乱？现在的人念念在善乱，临终安得定？哦，所以这个我们自观福有定位啊，啊，这个房事清，墙壁净啊。因为环境反映我们的心境，我们不定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乱的。所以内悟跟往生有没有关？有关啊，我们要修静定啊，戒定啊，在哪里修？佛法在哪里修？在切水果上修啊。好，有跟大家交流过了老和尚那一篇教诲吧，在切水果，在我们的一言一动当中修。哦，后来还有王川老师给大家上了两堂养生的课。哦，我看大家气色好像变好了，哦，应该有操作了啊，现在起床没有一下子就翻下来了啊，哦，有没有先伸伸腿啊？转转身，啊，要善待这个革命的本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尤其传统文化用一个字代表孝，孝道从哪里下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哦，我讲到这里，你看我就没底气了啊！你看我咳嗽了，所以我得调整了，可能得调整到先把身体养好，不然到时候我就这身体没调好，变成壮烈牺牲啊，这个表法不好，还是要表这个。健康长寿，这个大众比较欢喜啊，因为我曾经遇到同修，看到我，他到我们的团队，
他跟我说，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呢，蔡老师啊，怎么你的同事都跟你一样瘦啊？哦，听失聪，哦，我们听得出来，人家的担忧了。啊，甚至我还有遇到长辈啊，看到我的团体说，你们团队都不结婚呐、啊？哦，你看听是从人家的担忧出来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经营团队啊，要考虑到众生的心境啊，所以我的团队里也有夫妻表法啊，这样才行啊。好，啊，抱歉了，时间有点超过了啊，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